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您喜欢南美洲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，那么本期分享的这座位于巴西的 Japao Island 不容错过。Japao Island 距离安格拉多斯里斯海岸仅4英里，距离里约热内卢市105英里。该岛位于被大西洋森林包围的福德角地区，拥有平静而清澈的大海，因其丰富的绿色雨林而得名。它是名人喜爱的独家目的地之一，包括布鲁诺、加利亚索和乔凡纳、埃夫班克夫妇。这片独具私密性和舒适性的土地只能乘坐直升机或船只进入。为了方便出入，岛上设有一个可停2架直升机的停机坪和一个大型游艇甲板。Japao Island 占地 6.1 英亩，植被茂密。岛上的能源主要依赖太阳能电池板，而清澈的泉水则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水源。岛上布局合理，设有多个公共区域，旨在为访客提供独特而难忘的体验。这些区域包括大型户外用餐或烧烤露台、游泳池区及舒适的休息室、连接到主屋的日光浴平台、露台区、日光甲板、豪华的室外海景按摩浴缸和私人海滩。岛上的度假村建筑面积为750平方米，拥有可容纳10人的豪华住宿及配套空间，可以俯瞰安格拉多斯里斯特有的蓝绿色大海。主屋包括一个主卧套房和一个带全套浴室和设施的特大号套房，另有三间配有大床和浴室设施的海景平房，可通过景观和石头通道连接到主屋。所有房间都经过精心设计，配备了 WiFi 及室内外 Sonos 音响系统。媒体室配有高清投影仪和带卫星电视和环绕立体声的屏幕。厨房也是设备齐全，并有女佣、厨师、船长等专业服务人员提供贴心服务。这座独具南美风情的 Japao Island 正以1300万美金的挂牌价待售中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